啊，我挺害怕的，就是我已经到了人生就快落幕的那个感觉。我想我这个音乐会还没开呢，我就是离开人间就要走了，心里一种说不出来那种滋味，就真的想大哭一场的感觉。生死线上走过一回，许镜清不想再有遗憾，他坚定要办一场自己的音乐会。这就是我30年前写的《西游记》的总谱，这都30年了，你看，这猪八戒巡山看见了，这里还有一些了，还有师徒。师徒走来。我告诉我自己，壮志未酬未酬。可以这样，我可能个别的句子表现。33年前，许镜清完成了电视剧《西游记》的音乐创作。多年以来，他一直想举办一场《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因为投入大，市场无法预期，所以一直没有结果。大病一场，无奈之下，许镜清在微博发出求助信息，希望能够有人帮助他完成音乐会的心愿。此事很快得到响应。2016年8月开始，青年导演李想和团队开始帮助许镜清筹备音乐会。然后把整个视觉这边再对接。那个票的事儿后来怎么？音乐会需要500万的资金投入。许镜清微博求助信息发出之后，一家众筹平台的负责人黄胜利积极回应。2016年8月30日，他们正式发布了网络众筹信息。按照规则，如果3个月之内无法筹集到规定资金数额，就算众筹失败，资金也需要全部返还投资者。我对众筹的概念不是很深。在众筹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我犹豫了很久很久。我这个人呢，应该说也是挺好面子的吧。就是说我众筹的时候，有一种真的向大家乞讨的感觉，就是你给我点钱吧，我要开音乐会。而且这个乞讨呢，到最后呢，如果你这样拍不成，你还得把众筹的钱如数的给人家退回去。我想当时我想，万一要真的不成，到中间夭折了怎么办？我一旦我把钱向大家退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真的，死的心都有，真的，我这一辈子我的音乐会甭想再开了，我这一辈子我就丢人丢到家了。许镜清出生在黑龙江勃利县一个闭塞的山村，从小却表现出对音乐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考取艺术学院作曲专业，对很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充满童话般色彩的奇迹。我家里特别穷，所以呢，我没有资格去学音乐。但是呢，我确实很喜欢音乐。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剧场就是，《唱二人转》的地方。那《唱二人转》地方呢，就是一个搭了一个棚子，那也要收票的。那么，因为它是搭的木板棚子嘛，所以有很多洞。啊，我就在那个洞里，那个趴在洞上去看戏。东北的冬天是很冷的，-20度左右，那冻得直哆嗦。当时觉得，哎呀，这真好听。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按道理讲，我是应该去找一个工作养家糊口。可是我妈妈就支持我，我妈妈说，你要只要能念，我拉着棍子要饭，也要把你供成。74岁的许镜清退休多年，生活平淡。我其实我吃的非常简单，就随便弄一点菜就完了。老伴儿就每顿都要有青菜。我从小看《西游记》的时候，就比较关注那个作曲这边，因为很多经典的这个好的音乐、好的插曲、好的歌曲，都是大家能在记忆里能挖到的。都是小时候看着《西游记》长大的，《西游记》几乎是每个暑假必须要刷一次这个存在感。
人都耳熟能详了，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的这个天天听，属于都魔怔了，这个声音听的知道西游记，但不知道我，甚至有人就说这西游记你作曲，谁来证明你啊？还有人这样说。居然有一次在我的一个广某教老师的一个学生，他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有个人站起来说那个西游记那段音乐那个是我写的，是他写的，什么猪八戒背媳妇他写的，就是居然在这个年代吧，就现在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冒充我，就说明大家不知道我。这个东西牵扯一个人一个作曲家的一个尊严问题，我觉得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这个作品我向大家能够很好的展示，我就决定要开这个音乐会，而且要必须要开，不开不行。从事音乐创作50年，没有举办过一场自己的音乐会，说来都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大山中走出来的许静清，朴实安于本分，耿直不善交际，但音乐的梦想却一直在内心积聚，渴望被点燃。说一句话，我进西游记剧组是一个偶然，是一个极其极其偶然。因为说一句话，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我，因为当时著名作曲家挺多的。阳光总是会照亮向往光明的灵魂。1983年，一个春天的傍晚，许静清邂逅了一个陌生电话。那天我在传达室那看报纸，那个电话铃响了，然后那个那老头说：“行行，你接个电话。”我说：“这不是我的电话，我凭什么接啊？你接，你接。”那老头从那边过来接电话，啪一放，就是找你的。电话来自《西游记》剧组的音乐编辑。机会的来临看似偶然，对亲历者而言，他们知道自己究竟付出过什么，虚位以待。总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很快，许静清就完成两首插曲，交给了导演杨杰。美猴王，就叫美。欢乐的花果山，那欢乐花果山其实那段音乐只有一分多一点，很短。当时杨杰一听，跟那画面配得非常好，杨杰说：“哎呀，太棒了，就用这个作曲了，不许再动了，就用它。”2016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于众筹工作进展顺利，《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已经进入彩排阶段。导演李想一直在忙碌着。好嘞，观众辛苦，这样一会儿啊，那个编导，咱们再把这个刚才那国剧那个，就是大鹏哥，还有杨建林的这个仙女儿情，还有相见难别亦难这块安导刘导，您辛苦一下，把这两个再排一排。我们还有100张呢。2016年8月30日，《西游记》主题音乐会的项目众筹正式发布，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募集资金超过460万元，众筹成功，音乐会可以如期举办。一开始还是非常非常顺利的，就是，这个前2天就报了福气，对，就是然后那个几乎我们最高峰能到1秒钟就是多少笔，对，一分钟100多笔，对。开始众筹的时候，我不就有很多顾虑嘛？我的顾虑就是说，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感觉不好，另外我就怕众筹失败了怎么办？因为我这个，其实后来我就低估了网友们的这个对《西游记》这个热爱的这个情绪，然后热爱到无以复加的一个地步。
许镜清一直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从事作曲创作，谱写了大量农业科普专题片的音乐。许镜清热爱这份幕后工作，虽说清贫，但安于本分，与世无争。这么多年我没挣到钱，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开音乐会，就搞了个众筹。如果我这么多年我挣了，有我手里我有个，不要说多，我有1000万，对吧？我拿出个400-500万来开音乐会，那我就不要众筹了。那现在逼得我实在没辙了，我才众筹。在众筹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我犹豫了很久很久。直到今天，许镜清也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这个习惯养成于《西游记》音乐写作的那段时光，那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无法不去奋力而为的时代。剧组的每一个人都在奉献，不计报酬，为艺术全力以赴，精益求精。1983年那个春天傍晚的陌生电话，让许镜清走进《西游记》剧组。此后5年的时光，他全情投入。西游记四大名著中第一部被改编的电视剧，每一段音符的背后都有一个让许镜清终身难忘的故事。哎呀，真的很痛苦啊，这头就不好开，你说头怎么开？你用气势大的梆梆上来也行，那你用弱气也行，怎么起都有道理，怎么起都没道理。那天也是中午起床，眼睛还没洗脸，朦朦胧胧的，是就是脑子里头还有一种幻觉在头脑里头，然后有一大堆临时工从我那个窗前过，手里敲个饭盒，就一边敲饭盒一边就嘴里当当一个调，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玩意儿，就感觉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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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也不知道他哼的是什么玩意儿，就翻来覆去哼那么一个东西，就像念经似的从我的跟前过去。我说当当滴当当滴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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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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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1986年，伴随这首主题曲，电视剧《西游记》走进了千家万户，此后30年间数千次重播。《西游记》这么好的一个电视剧，可能说是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非破了很多记录的这样的一个片子的话呢，可往往呢，大家可是还是在剧情上，在那个视觉上的东西，可是大家往往忽略了音乐家本身对作品的从创作到他的初衷到他的应该得到的回报并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参与这件事情的一个主要的初衷吧。媳妇儿表现力就不是很好，她就没有中国的板胡表现的那么亲切。刚有彩铃的时候，彩铃下载1块钱或者是1.5块啊，那里面就有猪八戒背媳妇儿。我说我也下载一条吧，我也花了1块钱，大概是下载了一条我自己的彩铃。然后随着彩铃正那什么的，后来彩铃逐渐涨价，到了那个2008年那时候，大概涨到2块甚至3块了。我说一句话，如果说使用拿我这音乐做彩铃这些人，如果他真的感觉作曲家也应该分的一杯羹的话，如果他有这种真正的版权的概念的话，就不至于我40几个网站我才收入8000块钱，而也不至于那个网站给了我2.7块。2.7块深深刺痛了许镜清，
他多次为版权的事情奔走，但人微言轻，每次都是无果而终。办一场音乐会，让自己的音乐在舞台唱响，这份尊严不再仅仅关乎自己，这份尊严关乎一个民族的诚实与未来。有个老板就说，你不就几百万块钱吗？这事我包了，我替你做。我当时听了特别高兴，然后他说了句，你把你那个音乐好好整理一下，让我听听，我看这个音乐会应该怎么办，咱们搞个策划方案。然后请了赵丽颖、庞天。那天呢，他喝醉酒了，往那一坐，音乐一响他就睡着了，而且打起了呼噜，那个呼噜声和那个音乐声同时在那录音棚里上空飘荡了。然后等到音乐停了，他的也睡梦也醒了，然后他站起来看看周围，说第一句话是，我怎么会在这儿，他不知道我什么。然后他突然想，哦，他知道了，明白自己为什么坐在这儿了。然后站起来说，我觉得你们这个方案还不行啊，咱们以后再重新再想办法，再重新策划。然后完了一溜烟就走了，从此就没下文。那您看到这种状况，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就是刚才您听完他这么说之后，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我当时觉得我真是一个很无能的窝囊人。我自己壮志为求为成。哦，那壮士的壮字那个音左还没低下来，我进来去。2016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许镜清《西游记》专场音乐会如期举行。但是，但是就是吃饭的时候吧，电视剧《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也如约前来助演。变装唱下来，换上戏装唱，再还唱，再下来还得换上变装，还得砍，还得说呢。咱们四个一块上，好像是去年的那个，登高节吧，在中央电视台。那时候就是说他想这样，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应该做。而且我那时候还说，我说要是可以的话，我来给你唱一首歌。哎，我说这到时候就我们得到吧。那肯定得到，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一直就是很关注他这个事儿。那两首歌，一个是《擎天人月儿明》，一个是那个《唐僧出怀》，两首歌啊。音乐会马上准备开始了，你那个现在心情怎么样？有点忐忑不安，真的忐忑不安。没有，绝对没有一个。没有特别兴奋的感觉，真的很棒。我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哎呀，充分会充分，到最后的一刻，我还没见到最后结果，所以我心态不安。1986年的春节，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一经播出便轰动全国。那一年，我上小学6年级。一家人围坐在自家或者是邻居家的电视机前，争先恐后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30年里，这一部老少皆宜的作品重播了数千次，可以说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
您不去下边看节目了？那行，那我就叫您了啊。行。会，主持人会有一个话筒。啊，不要，不要这个情节了。坐到台底下。您跟比较说了吗？坐到台底下，好好看。您好，您在台下好好看看您这场演出。把你叫上，我说。不愿意看，不想看。为什么呀？我怕就是。剑似韶华，战胜了八十一难，心不老，赢得了时代。我不敢看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我怕，观众不太欢迎。这是我很担心的，掌声稀稀拉拉，或者是没人喜欢那种感觉的话，会让我很痛苦。这个方面弄不好，我可真的当场我可能就大哭一场。这是一个。另外，如果特别好，特别受观众欢迎，那掌声雷动，也会使我的内心产生一种太激动的情感，也会让我的心脏承受不了。我可能也要大哭一场。那个山村的孩子，关于音乐童话般的奇迹，正在慢慢老去。音符可以永恒，任何一份美好的永恒，都源于内心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当年如果不是母亲的坚持，怎么会有今天这样一段关于《西游记》的缘分？对于许镜清而言，《西游记》不再是神话。西游记就是自己身边的那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冬天嘛，外边飘着雪花，我从动物园出发站从那儿坐车，熙熙攘攘人群呢，然后我就看着看着，我就突然就这个一番春秋冬夏，就是一场场春天苦辣，哎呦，就这两个句就不知不觉的就露出来了，就在我的那个脑子里就出了形成了。然后我说一句话，这一瞬间我想的东西真是很多，想到了人生的一些苦难，想到了一些生活上你有的想那些小商小贩，那些活着这些人每天为了生活在奔波，在痛苦，在挣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处，真的。我想到我这么多年，那个那么难，我不应该去学音乐，我学了音乐，我的母亲在背后怎么那么，就是，真的，就像，就那样含着如苦含辛的在支持我，我就觉得在这个人生的很多苦难，在那瞬间里，在脑子里反映出来了，在那瞬间呢就凝成了这么一个旋律。徐老师的音乐作品，实际上大家应该是消费了很多年，但是没有人为他去买单，或者说很少人吧。我们这种缺失，或者这种也带着一种自我的一个补偿性吧。尤其我们是这个行业内的，所以呢，也带着一种这种除了敬畏之心以外呢，再一个就是自我的这种补偿。所以这个事件应该说也算打破了这个文艺演出类的文化类的众筹的这个记录。我们的其实我们平台上数据能看得到哈，我们这次有20000多人支持，有一半的人是不要回报，任何回报都不要。其实还是对徐老师这个事情，对这个音乐事业，其实大家真是一个满腔热情的一个支持。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许镜清老师。
首先，我向支持这场音乐会的所有的人，向在座的各位，向你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我现在唯一的感觉，我真的是想痛哭一场。因为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我碰到的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会办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今天终于办成了，所以现在我向大家说，我心里是万分的感慨，我真的我说不出什么来了。我现在是唯一的一句话，就是向你们再次表现深切的感谢，感谢，感谢。再次谢谢徐老师。我这到我那屋里头都爬五层了。是啊。五层了，我头些年还无所谓。